世杰该拍死，我拢拍死过，妹妹嘛该活该，家里嘛讲伊袂支持世杰，实在嘛讲伊会将我抛给妹妹，我真正无想要给伊烦。 手机啊，定位找着你，啊，谁拢在想来开啊？妈，你想那么这讲代志呢？根本你看不出来哦，我今麦恁家的生活我都无法度处理，我只会记起来我大人甲我有，你我只会团结如意，我根本都无迄个勇气。 随时一时，哥哥你的好起来，你还有信心吗？我怎么会呢？你刚刚没来陪你啊？你就敢讲，我根本都无可能会好啊！这一下子就知道爱咱的姐姐人是无？你根本都没有用时间来陪我治疗，你不如用点时间去帮帮伊的前途。 刚刚跟赵小姐想过的，伊即摆想袂通啊，后尾等伊想到就妙啊！妈，安尼你甲哥哥吗？你叫伊听你的，伊都想听你的话啊嘛！你叫伊我无甲伊讲，伊根本都无会听。你妈的，甲伊去骗啊！所以我就想要，继续我甲伊死嘛，让伊莫有可能啦。小刘，代志无这么严重啦。 啊，不，但是那个价格高，好呀！啊！你哪里啦？你只动过一时啊！你，我跟你都有关，你哪会给死啊？我给死啊！哎，淑女，你哪里啦？淑女，你敢放我过啊？淑女，你听我讲，先听我讲说，好，你可认真嘞。人家人哦。 爱情有缘分，才能变成一家伙啊！才能互相扶持，互相照相，互相照顾。啊，若要讲负担，世界的安乐老我客辈，互你起家起死拢命，四界遭殃，阮这是你的负担啊。所以，若要讲像票生较济吼，就歹讲啦。你若食落去哦，啊，这条小刚下生啦，想看卖啊，客辈啦，一世人伫庙内还趁无钱啊。啊，不过你甲阮三个囡仔，搁较正尔好，莲花姐。 无遐尼关系囡仔，你嘛扶持着，对哇、啊，我无遐尼关系，佮变成你的负担，但是要跳，嘛是我先跳。啊！你袂当我袂来啊！想到袂当我袂来啊！迄是因为哦，就算讲你无偌介意我，啊，若是我走啊，你心内嘛无好过，对无？同款道理啊！你遮尔爱世杰安乐，想到要互伊心内无好过。